那么今天在正式进入这个Google学术平台Edit Printer这个书桌教材制作软体之前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。去年来的时候没有介绍，因为那时候还刚推出，我还没有写文章。<笑>那<笑>但是呢，现在有了，来来来来，下面其实我针对这个服务写了很多，各位应该知道现在 AI 应用有没有很多？有，有没有设计系的老师？<笑>没有哦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。 他们以后快不能混了，<笑>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学什么去背，对不对？但是去背不是只有设计老师用得到，我们做简报会不会用到？也会啊，您做报告、做影片是不是都可以用到？这个云端服务5秒钟就解决，有没有老师或同学愿意来前面一下？有没有？可以吗？ 找位老师或同学，哇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这样，老师上课很早看过这样，对不对？上次还可以玩大头兵哦，<笑>那我交换一下位置，来来，好，老师我们镜头在那里，哎，你要自己拍独照还是我们一起拍？一起哦，<笑>那我稍微蹲低一点哦，那老师您就看那边哦，一二三。 来，请问这张老师满意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感谢你，您先回座，我就用这一张，来来来，我把它储存起来，各位上课很早，有机会玩大头贴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可以缩小的。好，那刚刚那一张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刚刚这一张，你看我还可以叫出来，等一下会介绍这个小软体。<笑>请问这一张如果你要去背，你觉得好不好去？ 我们家还有头发，还有毛，对不对？<笑>像这种法师的部分，自然就不好去。那要怎么办？就来找他帮忙一下。我跟各位讲，去年他推出的时候，只认识人，但是你放寒假，你放暑假，他没放假。他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认得了，哎，但是我只拿人给你看。我们先进到这里来，点进去。 它应该有简体中文啊，有，最近有增加简体中文，连语系你都不用担心了。我就把图片传上来，有两种方式可以上传，一种就是我们照片在自己电脑里面，另外一种是什么？如果你的照片是在网络上的，直接把有没有网址或 Ctrl+V 贴上就好了，有没有变简单？所以我现在其实它的照片，老师刚刚的照片呢，我是存在那里面，我就来这里。 我先回到我的桌面一下，找到那一张，找到老师哦，在这里，我通常都用偷懒的方法，丢丢丢，这样丢进来就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哎，好，老师，还能进吗？这样会太快吗？啊，不然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同学来，啊，有需要找另外一个同学吗？<笑> 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刚刚讲说设计系老师快没工作了吧？<笑>来，你看一下，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有觉得不满意的地方，你还可以编辑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我们进来看一下。好，有几种方法。第一种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像我们单眼相机不是有景深吗？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像这样子，有没有简单？好。 哎，还是各位，你觉得我们今天延期到时结束就好，因为已经达成大家平常最需要的目标了。<笑>好，那你往下走，你觉得这样不满意，对不对？来吧，老师，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吧。好。哎，这样，所以老师应该知道以后到此一游不需要出去了吧？对。哦，<笑>就跟别人讲，我有去哦，<笑>没有照片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 要去那里？请问可不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？当然可以啊，你看看有没有上传自己的？有哈、哦，好，来，再来我们看一下，我先把它恢复正常的，背景不用，有没有？背景的我回来。好，你也可以看看 color， 来，有没有用单色的？试看看。所以你知道，请问以后你要拍大头贴要怎么拍？去哪里拍大头贴？记得不要去照相馆嘛，哦，没有这样，人家不行。 这样会被告。<笑>
但是你要知道去那里洗会比较好，所以也许拍照就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么如果你还要恢复原来的，有没有？这里就有一个空白的，好，就看到这个就是透明的。所以如果好的，当然它有放大缩小，可是呢，我再告诉各位，万一它毕竟还是 AI 嘛，也有机会不见得去得很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一个橡皮擦跟还原？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，如果哪里做的不好的，你可以再把它涂一涂，有没有？当然这工具就比较弱一点了，但是你也可以还原，有没有还原？做错了可以还原的，好，好，我就把它下载下来，按一下，放进来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简单。所以如果你要在简报里面使用它，来，老师我们就一起进到简报里面来了，有没有去备好？这样有快吧？哎，那你说他到底要赚什么？哎，对啊，看起来好像你都没有付费，也没有登录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呢，他给我们的就是中低解析度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到印刷等级的，他有，但是这是属于付费的，这样了解？那我们中低解析度可以用在哪里？荧幕上、简报里面、影片，是不是都可以用？因为那些都解析度不用很高的就可以做到了，这样有没有信心呢？有哈，那我可以问一下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考他什么？我们刚刚讲过啊，他现在人认得以外，所有东西都认得啊，只要你的什么，就是主题够明确的话，哦，我知道有一个不行，什么不行你知道吗？樱花，萨库拉黑樱花，哦，因为那个花有没有很复杂？又有叶子，是不是跟后面背景又混杂在一起？那一种的主题就比较不明确，好，所以那一种的我知道不行。有没有你想考他什么？给个关键字吗？啊？松树。松树啊，你怎么都考树的？树的是他最弱的，没关系。松树，你看现在老师多么不会打字，有没有？你以为只有你用手机才可以，我也可以啊。好，这里的话，这一颗应该有机会了，有没有这个主体比较明确的啊？我们可以试看看，点下去。好，不过这一张有点太小张，找大张一点的。好，这一张，那我们刚刚可以怎么样？按右键可不可以直接复制？嗯。好，好，我就回到这边 ，Ctrl 加 V， 有没有贴过来了？嗯。啊，这样不行吗？一定要下载之后再上传？不用不用，有没有觉得这样也可以？还有你想要考他什么，请发挥你当老师的特性，我们最什么最会就会出考题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要考他的？还有没有？你可以考宠物啊，狗，你要哪一只？你要哪一只？这个主题都还蛮明确的，有没有？好像这个啊，看书的，哪一个？有张看书。看书的，书的这张啊、哦，哦，好，这是柴犬吧？哦，来，复制，贴上。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厉害一点。有没有解决的？啊，原来你要他的书哦，人家他是认识狗狗，好吧，编辑一下吧。那你是不是这个还原啊？书还来？哎，我们刚不是说可以还原吗？当然，它的工具没有那么好用啦，哦，所以你那个书你就要认真自己慢慢画啦。这样你了解了吗？好，哦，没有想到他做的比较好，竟然还被嫌弃。他只要认识一个，你叫他认识两个，这样了解了。好，所以厉害吧？给各位试看看，好不好？这个在哪里？在我们简报里面的第二页，好不好？给大家试一下喽。